还没打哦，还没有，太远了。他应该还在上面走路，没错。谁啊？他隔壁啊？他隔壁哦。对啊，十一号已经跳下来就到了、啊。好，反正看我上那边。他上面没看到他。好嘞。我也有人在说石头，有人在说餐桌。四套在哪？我刚才就在找四套啊。哦，啊，你跟我就说四套在下面。啊，你只是说在下面，在很远，我不知道你在找谁啊。我说他们离得很远。嗯。然后呢，你跟我说。到了。我来了。撞起来。现在才知道、哦，嗯，哇，你到底要从温室什么时候才长大？我晕了，你是要去了？是，我在他屁股后面。护屁呀、啊！
王军安安，不是啊，你那时候叫你来这边采打消果实那些，你有没有踩到水里面去啊？没有啊。天哪！为什么要去水里？总会经过水里吧？没有啊，我都走这个陆地啊。哎，他是虫啊，不是这个哦，急躁啊，他抓哪一个？啊，哦，好，看，我想说，怎么突然不会受伤？口水呛了呢。一抓。你就你可以把，看你要把那疗愈烟筒改成那个不动衣装还是怎样？你就可以穿着不动衣装让怪打你，你也不会，你也不会倒地还是怎样？而且那个也有耳塞效果。是假的，太棒了。可是我不要傻傻站着，会被打死。你知道他别名叫什么吗？不动兽医。会穿着穿着就可能就死了。对，你会站着死，因为你至少倒地，倒地是无敌的。啊，你站着就是一定会死。哦，还有这样子的。不然呢？而且。我们不是常常那大锤会那个滚滚滚上去七层吗？嗯，然后龙在往前冲的时候都是有伤害的，尤其是某几只特定魔物，像是那个驯龙，或是红龙，他们在往前冲的时候很容易死人。没错，小红哥不止冲一次，你会听到你身上咔咔咔咔，你就死了。嗯，通常他们往前冲一下，我们会。那个就是会掉到地上，会离开他们身体啊。我们就是绑在他身体上面，会就是咔咔咔咔就死了。是啊，我的妈呀！嗯，不然怎么会叫兽医呢？对啊。那再就是你要打那个转身衣装。接下来都回来。转身衣装是在特别活动里面吧？我记得。进阶那边不是转身。对啊，活动啊。那来吧。特别活动。对啊。你要打炎飞啊？你要看炎，你要看过炎飞龙。你自己的任务里面的炎飞龙。你看特别任务有没有啊？没有。还是跟剑术大师讲个话用。他是蓝色惊叹号，我看一下直播好了，对吧、啊？没有啊，没。烈日吧，烈日什么的，啊、你要先看那个什么，先是炎王龙，再炎飞龙吧。对啊，我记得是烈日开始，他没错，是他。现在打、哦，没错，现在，不然我去玩麦块，你们打，你选一个。好啦，还是我去外面快好了。等你要等那么久。等一下哦、喔。没有，他还是去看剧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像不用哦、喔。需要吗？我记得好像不用，之后才要。What？ 算了，不要。吃啊，要吗？
吃啊！你想死哦？你是不是看不起他？我没有，我不敢。你多50滴血量呢？你不要、哦？啊要！没有人影啊！跑哪去啦？抓小蓝哥是不是啊？哈？要去哪里？我看不到他。飞上面的营地，跟我们走。哦。我先撞吗？可以啊，直接撞，直接撞。那我撞一下不动。你再不撞的话，等一下就、哦。有了。看他现在身上的敌人又越来越多了，嗯，对，你这时候就要斟酌要不要爬上去了。现在这样吗？吃喽！啊，好嘞，笑笑。为什么他感觉这次的血量比较少？因为这是上位而已啊，这不是力战、欸，特殊人物， 力战血是一样的。他比较特殊，他其实没有死。
因为他等下还要再出现的。嗯，你总要打连续打三次他的任务，他有一系列任务啊，要三次。三次？哎、欸，毒鸡，等一下。你捡这干嘛？啊？毒鸡啊。好。不然我看不到他，不是看不到啦，每次都要倒很。你要记住他会出现在哪里就好了。嗯、打这张的古龙几乎都在最上面的营地啊。哦。啊，反正打任何古龙，你都是选最后一个营地就对了。哦。勇气阵。然后就要看看动画了。然后去尿尿。是说，等最后一个任务再说吧。嗯，有最后一个任务哦，蓝色金汤啊。对，阎王的那个、啊、的那个合体技的。天，而且还会拿到成就吧？我也忘记了。有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是 PD 还是成就、啊？那个啊，点数而已啊。哦。不知道会不会触发就知道，就不知道了。哎呀！对啊，先啊还有吧，公还是要到 M 位了，没有啊，没东西了耶。我的九星没有其他东西了。那个不是九星的任务。那你继续看那个特殊任务吧，应该在里面。没有了。没有了吗？嗯。不然那任务在哪里？他现在在哪里？你荧幕分享关了没？我记得要去找加工物的讲话。他们吓到了，人家打得过。像这个就是改一装改的任务都在这边。哦。卖。不是哎、欸，他是叫龙卖死而已。右键，右键，右键。哎、欸，对了，有了。这任务好久、哦，继续转蛋好了。
潘杜拉。星辰那边是闪耀之眼，对啊，雪人的。是这个吗？所以他是要叫我打这个。对，那先看动画。没错，是他。吃饭。当初打的是要死要活。不用吃啊，你们也可以吃啊。哦。我也让他习惯先吃吧。对的啊，虽然是个好习惯呢。嗯，干嘛敲桌子哦？没有。那么凶。我只是。你要改名字吗？帮你改。秀秀凶巴巴。我哪有凶？看到桌子就想踹，就想拿锤子打人；看到 iPod 就想拿锤子打人；想进帐篷前还是会拿锤子打人。那是跟他打招呼。哇，那我跟你打招呼。不用，谢谢。会顶嘴人呢，哇。我没有。那只要让你远打了。综艺风飘迷你，我要打两只哦，三只没有了啊，看到没有？护肤狂魔，这他老婆，对啊，真哦。妈，他好帅哦！来了，他来看你了。好了，可以继续找他了。滚爽没乱跑，不是我在看他，是嘿，你在看他，看他什么？在那个是像节操给我看的影片那样，还没有开始啊，那哦，对不起，还没啦，没有开，就开大的啦，又不是冰原，喝冷饮哦，不然被热死了。滚爽没啦，他就还没到。我在找人影，找人影。你用滚的找人影哦？不是，边跑啊。你等下跑到体力没有，那边喝人影。看这边，起飞！啊！啊！笑死！来不及。不，就是想打你哦，好爽哦！哇，你偷骂我？我没有。你到底是在扑滚滚什么啦？赶快喝水啦！
我想要把火滚掉，可是每次都会变成扑。你不能按驯服特。哦。你背对魔物按驯服特滚的话，又直接飞扑啊。没关系，他有第三可以开。他击退，是击退。哎，干嘛？为什么我飞起来了？你别让我飞，老板。为什么你飞起来了？我刚才在看那只龙，我没有看到你这个。你可以，为什么？老鼠，我可以什么？不对，啊，对不起，不对啊，为什么你用得出来，我用不出来？什么用不出来？机器第二下就要用了。可是我第二下也放开了啊。放开什么？不是第二下就可以打出去了吗？啊！月光杀回，就是把人击飞，像你刚刚那样打出去。我刚刚不是有击到二段的机器，然后就可以打的。你有加 W 吗？有啊。我怎么知道啊？この一級品や。怀念的房间。什麼你是在黑啥？特别任务，特别任务。嘞，我想说，怎么又没有任务了？还想说什么？我想说什么没有任务？想干嘛？进去再吃啊！你要跑去哪？跑多久？等很久哎、欸！是不是可以直接加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好，你等一下哦，你去吃饭，你去吃饭，好。